使用前请注意。首先是情况先行修剪多余毛发，可以增加粘贴效果及舒适感。使用敷料前，以生理食盐水清洁伤口，将伤口上异物以及周围血液清除。待伤口部位及周围皮肤清洁干燥后，再使用本产品。若有擦拭乳液，请等待完全吸收，皮肤干燥后再使用本产品。一、将敷料从无菌包装中取出。二、翻转敷料到离型纸面，请先撕除标示一号的离型纸。三、提取敷料时，双手可放在撕除耳及标示二号的离型纸上，避免手指接触内层聚氨酯泡棉和粘贴面。四、将敷料部分对准伤口粘贴，轻微向下施压，顺势将敷料由中间向外平整贴于伤口上，并移除二号的离型纸。五、用手指于防水膜四周向下按压，确保感压胶与皮肤完全粘合。接着，利用中间白色载体开窗来移除上层透明载体，向左及向右，缓慢稳定地移除。最后由中至外，再次轻压防水膜四周，加强固定效果。